大敬爱，我们常常讲这个大敬爱。什么是大敬爱？你们每一个人将来都有机会当总统。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敬爱你，选票选给你，你就当了总统。这个叫做大敬爱。在这是在政界，那么在宗教界，你将来要何等这个如来的事业，你的信众有千千万万，你会成为一代宗师。这个是大敬爱。还有的大敬爱，你如果是一个议员啊，议人啊，不是议员，议员，议人不赶快啊，议人，你会有千千万万的粉丝。这个也是大敬爱。所以你修敬爱尊啊，非常的好，它本身也是从阿弥陀佛那里来的。